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子学院。上节课呢，我们已经将这个用户的搜索功能呢，这个界面呢已经做出来了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做这个添加用户。那么这个添加用户呢，比较的简单。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演示。那么我们点一下添加用户呢，它会弹出这样一个进来框，然后呢，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form 的一个表单组。那么里面可以输入这个用户名、密码，密码，然后确认密码以及这个邮箱和选择这个会员组，然后呢可以提交和关闭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其实是用到了这个 Bootstrap 框架自身的一个这个 JavaScript 的一个 JS 插件。那么这个插件的名称呢就叫 model.js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官网呢找到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代码，然后呢把它这个 copy 过来呢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。我们进入这个中文官网之后呢，找到这个 JavaScript 的插件，然后呢往下走，然后找到一个 model.js，好，在这里静态框，然后呢我们下面走，找到这个动态实例这里，那么这里呢它给出了我们一个这个演示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，那么会弹出这样的一个实例的效果，那么这个效果呢和我们这边呢也是一样的，和我们这边是同样一个效果。那么下面呢，它就给我们这个归列出了这个效果的一个代码。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框架呢，给它复制一下，然后放到我们的项目中呢就可以了。OK，那么由于这个框架呢，它是这个静态弹出的，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这个新建一个页面了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先在这个下面呢，在这个 photo 的上面呢，给它粘贴一下，然后呢，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，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。好，那么按钮呢在这里点一下，那么它弹出了这样一个这个对话框。好，首先是一个 model 的一个标题，然后呢这里省略号呢是这个内容区域，然后 close 关闭以及这个保存。好，那么然后呢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些这个修改。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按钮的这个位置呢给它放到什么呢？放到这里这个添加用户这里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操作，把这个按钮裁剪一下。然后呢，找到上边的这个添加用户这里，好，然后呢，把它粘贴一下。粘贴之后呢，我们对它进行一些修改的操作。我先把这边的关闭掉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呢，需要对这个超链接呢进行一些处理，把这个超链接的网址呢给它关掉，然后呢，给它加一个这个 role 的属性呢，让它转换成这个按钮，然后把它的这个按钮的属性直接给拷贝过来呢就可以了。好，直接拷贝过来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 button 呢给它去掉，它原来的这个按钮给它去掉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这个添加用户这个页面，点一下，OK，那么它就可以正常的弹出我们的这个对话框。那么我们把左侧这个菜单里面的这个呢也给它添加一下，好，左侧的超链接复制一下，添加用户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需要把这个 class 呢给它加上去。好，然后将这个呢去掉。OK，这个时候呢再来刷新。好，添加用户可以弹出。好，添加用户可以弹出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来进行一些这个修改。首先的话是这个弹出之后的这个标题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点一下弹出之后呢是一个添加用户。好，那么找到下面的这个弹出层这里，首先呢修改它的这个标题，修改它的这个标题在这里，model title 改成什么呢？添加用户。然后呢，将下面的这个 close 呢，给它这个修改一下。那么看一下，这里是关闭和提交，好，关闭。提交。OK，然后呢，来刷新看一下，点一下，好，添加用户，关闭，提交，点一下关闭，可以关闭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做中间的这个区域，中间的区域。那么这里呢，把这个省略号呢删掉，然后呢写一个这个 from，好，然后呢这个 from 呢给它一个这个
传餐啊，传到这个当前页面，进号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里面来写这个内容。好，首先的话是这个用户名，OK，给他一个 DAV，class 呢等于这个 from group。然后里面呢写一个这个 label。好，首先呢给他一个这个 for，那么第一个是用户名对吧？name。好，那么叫做用户名。好，然后呢，下面呢来写这个 input。好，然后这个属性呢，给它设置为 text，然后呢，给它一个这个 ID 等于这个 name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避免和上面发生冲突，所以说我们应该给它加一个 add name。好，add name。好，这样呢就不会和上面的这个 name 呢发生冲突，对吧？这里的话也是有 name。OK，然后呢给它添加这个 class 样式啊，from，然后提示语句啊，用户名。OK，刷新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添加用户，好，用户名。然后呢，再往下是什么呢？请输入密码，确认密码。好，那么这里的话，直接来写一下 DAV。给一个这个 class from group，然后是 label，给他一个这个 for add password 啊，好，密码，用户密码，好，然后下面呢来写一个 input。也是这个文本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不需要给它写成这个 password，因为我们在添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给它添加的这个用户的密码是多少，对吧？避免呢，避免这个出错。from 好，然后呢，给它一个 ID，ID 呢是这个 add password，然后一个提示语句，请输入密码。请输入用户密码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添加用户，用户名，用户密码，请输入用户密码。好，往后呢有一个什么呢？这个确认密码，好，直接复制一下。啊，password 一，OK，然后呢，请确认密码，对吧？请确认用户密码，请再次输入用户密码，确认。确认用户密码，好，刷新看一下，添加用户，用户名，用户密码，确认用户密码，好，没问题，可以正常输入。好，往后还有一个这个请输入邮箱，class 等于这个 from group，然后一个 label。for add email 好，请输入邮箱。然后呢，下面一个 input，这个 type 属性呢，给它一个这个 email。好，那么这里输入 email 呢，是因为它可以这个在提交的时候呢，直接在网页上判断你输入的内容呢是否是邮箱。好，给它一个这个 ID，那么是 ADD email，然后给它一个 class 是这个 from 这个样式，然后呢提示语句，那么请输入用户邮箱。OK，再来刷新。
添加用户，好，请输入用户邮箱，一二三 ，@ccdd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呢？然后是这个用户组，对吧？Select，好，来给它加一下。好，div class 呢等于这个 from group。label for add 用户组所属用户组，然后呢，给一个这个 select。用户组的话，看一下啊，这里可以其实可以直接把上面的这个代码呢，直接给它 copy 过来啊，直接给 copy 下来啊，copy 下来，然后呢，这里给它写一下就可以了，id 等于这个 add 用户组，然后这个 class 等于这个 from，那么这样呢，简单的写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呢，来保存看一下。保存之后看一下，刷新，添加用户，好，用户名、用户密码、用户确认密码、邮箱、所属会员组，好，没问题，提交，关闭。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添加用户的这个制作方法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把它呢应用到什么呢？应用到用户管理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因为这里的话没有进行这个添加，所以说。好，来给它这个移植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这里呢复制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找到这个 model 的开始位置，好，在这里直接的把它复制到 user list，好，打开，然后找到这个结尾处 from 框架啊，from 的这个前面。好，然后呢，将这个按钮触发的按钮呢。给它复制过来。首先是第一个添加用户的按钮，添加用户这里，然后是这个位置错了。OK。然后呢，我们来保存啊，刷新用户管理界面，点一下添加用户可以弹出，添加用户可以弹出用户搜索页面，添加用户可以，OK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啊添加的这种表单啊弹出层的这种制作方法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然后下节课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管理界面，好，内容管理界面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。